是李宁，2004年，我在安利金买了人生的第一辆车。现在我已经退休了，但是我的车还在岗。我是黄振，我认识安利杰的时间不长，也就6年吧。但是我们家在安利杰买车的数量可是冠军级别的。我叫毛新进，20年前呢，我去机场回程的路上，第一次看到了安利杰丰田的电招，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安利杰丰田。我们家喜欢自驾，安利杰的车带我们去了新疆、内蒙和川西高原，还有很多地方。现在我在安利杰买过2辆车了，花冠和汉兰达。特别说一下汉兰达，我是在安利杰成都广丰店买的，在离成都市有1个多小时的车程的青白江。其实在成都市区里头也有卖汉兰达的店，但是因为我第一辆车就是在安利杰买的，体验过他们家的服务，我非常满意。所以这14年来，我买车、维修保养、买保险，都还是会选择在安利杰，而且我还经常在朋友圈给他们打广告。现在已经有4个朋友被我推荐到安利杰买车了。我和安利杰呢，有20年的恩怨情仇。我觉得我不光是安利杰的一个客户，更是一个监督员。我经常给安利杰提意见，比如我当时提了一个在前台设立一个前台指引，帮助新到客户购买、了解和维修的一个过程。有一天我到安利杰来做保养的时候，突然就发现了有这么一个引导员在引导我进行维修。我还给他们提过很多意见，像我这样比较较真儿、挑刺儿的人呢，却没有被安利杰丰田列在黑名单里面，反而呢，在今年我还抽中去日本旅游的这种机会，我觉得非常意外，也很佩服这个公司能正视客户的意见，不停地进步。顺便说一下，我跑过成都所有的丰田 4S 店，小心哦。你们的品质我会时刻监督的。我和安利杰公司是同行，做的也是和车有关的生意。我是用专业的眼光来看车的品质，看车行的服务。我2012年在安利杰购买了第一台花冠，2016年置换了双擎，2014年在安利杰买了一台荣放。我们整个大家庭拥有11台丰田车，并且我有朋友亲戚要买车，我就推荐他们来安利杰，现在已经推销了30多台车了。我选择安利杰主要是省心，车并不是一锤子买卖，买了以后维修保养各种琐事真的特别麻烦。14年来，我无论是遇到任何关于车子的问题，安利杰都能帮助我处理妥当，让我满意，不需要我操心，真正感受到省心，体会到了一次购买终身享受服务。我对安利杰有一种信任，推荐亲朋好友买车其实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，别人要买了车对品质服务有什么不满意，我可能就要背锅。但是安利杰，我愿意不求回报帮他打广告，就意味2个字，信任。信任安利杰的服务，信任安利杰汽车的品质。希望我身边能有更多的朋友开上安利杰的汽车。安利杰丰田到成都有20年了，市面上的 4S 店也很多，难道其他的店我买不到丰田车吗？并不是，但是我在安利杰丰田这个
4S 店看到了两个字，就是周到。安利杰的午餐，我认为是在所有 4S 店当中是吃的是最好的一家。这可能只是一个服务的细节，做到最好不难，但是样样服务能做到这样好，我觉得很佩服。因为我在安利杰来的次数比较多了，将近20年，他们的员工名字我都能叫得出来，比如说前台的王凤、赵明等，还有销售，还有售后，这些同志都在他们各自岗位上做着同样的一件事情，那就是为我们提供满意的服务。我和安利杰接触太深了，相互陪伴成长，像朋友也像知己。再过20年，我和安利杰仍然是朋友，还是愿意到安利杰来购车。安利杰，谢谢。安利杰，谢谢。安利杰，谢谢你。安利杰，谢谢哦。安利杰，谢谢。安利杰，谢谢。